诸位不好意思，今天召集大家过来呢，确实是有一件非常紧急的事情想要跟诸位股东商议一下。原本的集团董事长兼总裁沈荣先先生，本来要在这个月任命我正式成为绿川集团的执行总裁，但是他。 突发脑溢血，由于他身体状况的原因，本人没有办法亲自到场主持这场会议，所以我想跟在座的各位股东商议一下。不用了，你好像表现得很悲伤啊，停止你的表演吧。 各位股东，这一份文件是关于这个人和董事长沈荣先亲缘鉴定的报告，大家看一下。哟，怎么回事啊？你说是不是真的？没有血印，没有血印，肯定不是老爷子的亲孙子。这位先生，我到底应该？ 怎么称呼你？叫他骗子、冒牌货，叫什么都行。总之，这个人跟我们沈家没有一毛钱的关系，甚至这个人和真正沈秘的失踪都有莫大的关系。他不仅不配在这里待着，我甚至要把你扭送到公安机关。完。他为什么不配？ 嫂子，你来得正好，你看一下。老韩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沈秘是你亲自带回来的，怎么会这样？别难为老韩了，他伪装这么多年，骗了我们家人这么多年，直接送到派出所就完了。假的，都是假的。沈宏远。 沈秘可是你的亲侄子啊，你就这么害他？你还是人吗？嫂子，这是专业机构的鉴定报告啊。你要是有情绪，回家再说。现在开股东会。各位股东，现在集团有重大的人事变动，我提议集体罢免这个人的所有职位。同意的，请举手。 全票通过，我不同意。全体股东都通过了。老爷子股权转让协议我已经签过字，从现在开始，我就是绿川最大的股东。没有我的同意，谁也别想动我儿子。我有点办法。 我辞职。原本我今天来这里的目的，就是辞去所有的职位。儿子，妈知道你是被冤枉的，他们都想害你，你放心，有妈妈在，妈妈不会让任何人害你的，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的。 妈，这上面写的都是真的，假的，假的，都是假的，我不信，都是假的。儿子，你怎么了？
你不要妈妈了吧？你不认我了吧？你愿意喜欢谁就喜欢谁，你愿意娶那个小田医生就去娶他，妈妈再也不管了，再也不管了。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，你别不要，你别不认我这个妈妈。对不起，妈妈。神秘探已经不在了。